笑脸脸吃爸爸。好，好，要相信全场只有一斤银币，高起来了。真的，怎么看起来很像八大？我这条怎么？哎，你好大，把空气挤出来。是我可能吃过最好吃的。嗯，什么好吃？那他特别骄傲，你看他插口袋。周日晚间八点，笑脸猪爸爸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